吃饭啦，红烧肉炖粉条，先来一口粉。哇，鸭蒜炸不下来，这个粉条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一个红薯粉，赞的。29块就有给咱们发五斤。很好吃。超级香的肉，
夏，这个是东方夏。咸蛋黄，还有饺子。上线是谁啊？怎么联系？
我根本不知道，我现在连男的女的都不知道。我觉得应该是个女的吧，他们不定时的删除他们的账号，但不过他们也有新的账号，他们都会传给我。接着粽子，还是肥的好吃。我喜欢纯肥的，这个还是有瘦肉。
空了是吧？反正他在这喝喝咖啡，谢谢你啊。哎，行。藕粉汤圆，里面加了红糖，还有那个坚果藕粉。再拉丝的烧藕粉，汤圆是芝麻馅的。很香，油条，这个泡油条也很好吃。
藕粉呢，包装是这样，好，打开的话倒出来是这样，泡出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它的配料表很干净，除了坚果必须要用的藕粉必须要加的一些东西之外，它就是那个坚果汁、巴旦木之类的，没有你们所担心的那个什么海克斯科技。Hello， 今天吃的这个是麻辣的猪脑花，好多人让我吃，整个的，啊，不得好夹呀。没有爱吃的。